据观察，巨蟹座、双鱼座、金鱼座、海豚座、巨人座的人具有较高的 DOOMS 能力。那你？这样有没有好一点？完了，外送员肇事逃逸，拜拜。No！干啊！我都白，我洗面膏啦，上回完了，干我手上还有几十单要接，他妈的！哎、欸，干他要抓住哎、欸，他如果是左手就是 L2，然后右手就是 R2，所以如果你要用手提的话，你是真的要一直握着、欸。干这么痛苦的吗？不要再动我的货了，完了！干他才开场不到一分钟，刚刚那个过场就讲了好多资讯。我要在电影院里面睡觉了，再见了各位，一小时后见。看到了，那边有人有发单，快快快快快！你可以去接单，多接一单多赚30块。这是什么安全网之类的吗？哦，好重 ！Shit！ 欸，那我要怎么把那个货物从我的背后上面拿下来？执行动作：货物扫描定型，右手。他没办法拿下来，为什么？干他体力掉好快哦，完了，救命！七夫您好，请问我的外干要被抽走了，不要！啊，没事没事 ，safe。循着神带引导山姆的灵魂回到身体，可以让他复活。啊，这世界有复活的概念。The chain of command remains intact。哇，防不胜防。I hate to do this so soon, but看这游戏真的是在看电影耶，原来是买电影送游戏啊。你娘的，七拍我拢在你讲，干啊做代志就干我，操！推老妈出门晒太阳咯。地方的外送妈妈一份，把亲人背在背上到处旅行，好像在哪看过。请问这是鬼妈之刃吗？鬼妈之刃是什么鬼？他那个很容易歪，你看我只要一放掉，然后稍微做左横移或右横移，就会直接。那我建议要入手的各位可以先多准备一只手把，那个 L2 或 R2 不小心扣断了，可以直接马上换。干不能爬、欸，欸有啊，还有攀爬，还有攀爬指令啊。操！欸，我找到技巧了，然后用我的那个视角这样子横移，欸，他当我没说。哦，可以了，可以了，找到诀窍了，开始加速 ，Go Go！保持我们的重心平衡 ，faster faster， 一二 ，Monster Energy， 本频道由 Monster 没有赞助播出。干奇怪，明明就是一个那个送货游戏，怎么可以玩得这么开心？哈哈，十分，给你十分，小岛价值。一言不合就开唱，再来给你一个运镜。
看他这个地图的解析度太低了啦！啊啊！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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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打击没打击，没事没事。Start your shit. Maybe you are defective. 跟你皮卡丘你！我靠，好近哦！哎呦喂！干我挂了！啊！去死！看过 IGN 的那个他那个媒体评测影片吗？干，那个真的烂到笑，建议你们去看一次。喝水 ，Monster 来一罐。没有 mark。Well, in any event, it seems it owes you its life. No, we owe the kid our lives. You too. 干，他把那个细节做得太……天哪！他连那个标签里面那个细项含有那个成分，全部都写得超清楚的。Isolated. We need you to bring them online.原来是台电水电工，我以为是外送餐点。你知道这种感觉就像是我买了一张电影票进去电影院，然后看了一部很自己觉得很莫名其妙的那个电影，看到一半的时候就在想说，看我要不要把那个手机拿出来去看一下那个影评，到底是在写什么，看他们有什么脑补之类的，赶快帮我补一下。Oh my god！你知道玩小岛游戏的时候都会有这种突破感，从我以前乾隆电影一代，然后二三四的时候，这个游戏的那个画面的处理不太像是这个平台上面应该要出现的水准，可以缓解许多因人际接触不足而造成的症状，例如压力以及对他人欠缺关爱。边缘人特别需要吃这个，吃了可以有更多关爱。Sam, even the best porters have been known to lose their cargo. But you're better than the best. You've got what it takes to finish what they started. If you come across any abandoned shipments, consider taking them to their intended destination. It's easier than you might think. See, all our packages are tagged with Bridges IDs for easy tracking.And your Odra deck is equipped with a scanner which might detect said IDs. Which is a roundabout way of saying, but that thing on your shoulder can help you locate mislaid shipments. 干话连篇，卸下货物。哎，哎，哎，不是啊，哇！哎呦，这个身手不会是传说中的送货员？哈哈哈哈。你是在玩死亡搁浅还是熊猫搁浅？一点无啊。他给了你一顶帽子。Alright, until next time. 哥，这什么游戏啊！我的天啊！什么？他居然还有香菇！哥，这游戏超闹的。哦。请问这间是新竹物流来，是黑猫宅急便 Q 塔雅雅。
其实是西夫宅急便。哎呀呀呀呀呀呀！怎么办？我开始有点不能理解这个游戏。洗头拜拜，会当台给谈这叔叔啊！哦，这个游戏跟我心目中预期的，就是它虽然你在还没玩之前，你会觉得比较像是纯跑路游戏，可是你在中间要遇到的一些波折跟一些地形上面的思考，会决定你要怎么去规划你要走的路线。我觉得这个还蛮棒的，它不是很单纯就是大家那么调侃的说走路模拟器。你真的认真要严格来讲去定义它的话，它真的是送货游戏。对，但它不是字面上那个送货那么单纯，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那比较难的送货模拟器，那它请问是，没错，它还是一个送货模拟器。可是我觉得就新鲜度来讲，它真的是还蛮有它的一套在的啦。至少我玩到现在为止，我是会继续想玩下去的。而且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妙的地方是，你会觉得你好像在做事，因为我要把，因为这一段都是为了要把这些东西送过去。我要用我的排泄物对付 BT， 让你尝尝我骨尖的力量 ，Holy Water！ 感觉到了传承的味道，A.K.A. Fuck You Konami！ 哇哦！很多人都说任务无聊，不会啊，我觉得蛮好玩的。它主打的游戏方式就很跳脱现在一般时下大部分游戏所有的一般的那种什么动作冒险游戏之类的那种传统的思维，比较大众化的思维，吃不吃得下去就完全是看个人啦、啊。但我自己是还蛮喜欢的，因为就是算是新的尝试。不知道怎么喷，哦，干他要朝后，不要那么拟真好不好？够了，怎么突然爆冲？但抱歉，我错了，这游戏真他妈好玩，小宝宝坐稳了，老司机要飙车啦！上树大人真机灵，看到摩托车就啊。该没有人要走我的桥，as well as human sperm and egg samples living outside the major population centers properties, we can ensure they remain viable for as long as required. 没事，我们有机车，他们追不到我们的。拜拜，嫩。什么？我的机车即将损坏。给力一点啊！快到，快到，就快到了。辛苦了 ，Eyeball， 你尽力了。接下来好好的休息吧。哎呦！
全新的 iPhone， 一个 Z。我想，怎么突然加速了？我要相信我的 iBall 完了完了不要怕，没事。山姆哥哥的家，好啦，干差不多了啦。麦都要给谁呢？真正是，你看都看多啊好嘞。死囡仔宝，你看 ，Ivo 坚持过来的，换来的是一片无尽的大草原啊！这个游戏开头的前一个小时，我原本以为很严肃的，可是越玩到后面越发现，越玩到后面越想笑。Which should make it more effective against BTs. Whenever you avail yourself of your private room's facilities, we will collect the results and produce additional units for your use. So you needn't worry about running out. 那如果再多尿几泡呢？哇，他居然没有反应耶。